准备好你们的铜灯帘，哎，让我再准备一下。好，来，送金章先生，送金章先生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一三七九，真的，恭喜。
到我们班机去了啊。那个有拿苹果，我们都会把你发卡掉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你们假如说，还想继续留下，我会把53的你的名字念一下。先不讲。